各位网友大家好，现在我站的地方是玉山云行旁边大阪烧的隔壁，这里是新开的段纯真，它将在今天107年12月24号开幕，11点的时候我们就会在这边就在这边吃吃看它这个很有名的牛肉面段纯真。这里有那个投影机主厨推荐，也有一些切盘豆腐啦，还有那个牛肚啦这些有，它当然有手工面，还有一些这个猪肚啦也都是非常好吃的下面这里有一些样本那。如果你有手机的话在这边扫QR code 会现场就会九折优待。那营业时间呢它营业时间是早上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11点到然后下午2点，那下午晚上的时间是17点到21点30，也就是9点那礼拜六礼拜天是11点，下午11点，早上11点到晚上21点30，欢迎各位来品尝一下我们的段纯真哈。那我们就等待我们11点的时候，我们就约朋友来这边吃一下我们的段纯真，牛肉面，彼得，在泸州地区新开店报道。至于这旁边有什么大的目标呢，我们看一下它的对面就是这个伯顿药局还有八方云集，再过来就是口多茂这个英雄馆，那往前走的话有大树药局还有第三药局，隔壁就是大埔平价铁板烧，段纯真就在这边长荣路，也就是在真鲜的隔壁，还有乱姐的隔壁。那往直走呢，就是到了我们的加码，还有那个中华跟光华路口，所以这个地方地点是非常好，这边有很多的连锁店，像那个摩斯汉堡啦、全国电子啊、屈臣氏啊，还有小林华朗啊，还有那个烧玩家的烤肉的啦，还有阿汪面店，谢谢各位网友，谢谢，这里就是段纯真。